主料排骨250克，辅料玉米两条，盐红萝卜一条，虾干少量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一小时。排骨洗净，虾干泡水，洗净泥沙和黑线，红萝卜切滚刀块，玉米切段，将排骨、虾干、红萝卜、玉米一次放入高压锅内，放适量盐调味。因为没买姜、没八姜，可以放两片姜，煲上一个小时后即可割了。烹饪技巧：高压锅煲汤，如果煲个一小时，排骨会煲得十分烂，一咬即碎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